冷知识，我来之前查了一下啊，很多人把滑冰场称作牛奶刨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牛奶冰块要比普通冰块柔软许多，可以降低哈刃对冰面的磨损啊。但是现在有很多高科技可以替代这项技术，比如说我国首次使用的、大规模使用的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技术啊，就非常的厉害。